现在又回到我们老家了，回来看我爷爷奶奶。今天我们还有我姐姐跟我们一起进来了，看好多玉米。阿爸阿妈 ，Salam alaikum， 多忙多忙。现在我们昨天晚上很晚才回到的信宜，所以昨天因为太忙也没有做视频。现在准备去老家，回我爷爷奶奶家。在信宜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小厂，他们里面都是那种代加工的，因为有很多就是一些妈妈在家里面带孩子上学的，就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在县城里面上学，因为县城里面的一个教学质量都要比农村的好一些嘛。像这间小厂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固定上班时间的，有时间的就可以过来上班。那个呢，还按错手机了嘛，我还做苹果嘞，我做苹果嘞。哦，因为人带回来，因为人带回来，所以人带回来。你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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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得啦，等下用咩嘢拉佢？拿个手机都中啊，系啊。老婆呀，把你嘅台面都全部拉搞。嗯。即系讲，你冇攞个材料，可能会见到失败啲行业。你拿个咩啊？黄色啊嘛。嗯。你马西有识得食黄色香味噶？我系本来带有。有噶。爸妈来了，我们走，我们去老家，去我爷爷奶奶家。现在进爷爷奶奶家，这个就是我们信宜县城的一个标志——飞鹰。20分钟，终于回到家了。哇，芒果树结了芒果，然后这个厉害吧，这个种的是玉米还是什么，这应该是高粱。这以前是个房子，应该是我爷爷种的。我爷爷居然把这一块地也种了高粱。这些老房子都已经塌了，但是还没有人来重建。然后翠绿的竹林，这是我妈妈在工地上领的饮料，还有那个水，这拿了好多回来。那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些面包、饼干。都是他们公司每天发，他们不吃，然后就拿回来了。看好多玉米，阿爸阿妈，这个还有红薯。耶，你把那种先种也虫哎。这边还有一些，我叫我爸爸种的甘蔗，这是甘蔗，然后有很多很多玉米，我爷爷种的玉米。然后这里面是菜地，扛空空菜、通心菜，然后还有一个苦麦菜。哦，这玉米刚开始长。哦，
豆的玉米。带上来就自动会哇。哦，那个奶奶么？么水泡你整个那个就吃几头啊？哎，够水那个这个。你都有冇啊？哎，顶冇，帮姐咪煮水泡。哦，你点煮点煮晒啊，公姐？哎，咪可以，哎，冻个就好嘅。这个拿来拉东西的一个机器，车兜，来了，这辣椒，长得好好的辣椒，然后现在全部都是水稻，刚插完没多久，现在。都是不是水稻就是玉米，基本上都是种满了水稻和玉米了，种玉米的一半，水稻的一半应该是。现在来超市买个牛粮回去和我爷爷奶奶他们吃，26.9就是27块钱一斤。喂喂喂！现在又回到我们老家了，回来看我爷爷奶奶。今天我们还有我姐姐跟我们一起进来了。我的哥还要杀鸡，哥欧啦！牛粮，哦，咁厚皮噶，吓到人，唔系我啱先见到个饼的，牛粮，现在在这边。我爸爸去弄了他的果树，我现在也去找我爸爸去看一下他在做什么。现在从这里去，以前这小时候这里是走的光秃秃的，没有这么的草的，现在因为很少人去这个田地里面种田了，所以就长满了草。看，这边都是水稻。看这边，这是水稻、花生，还有那个玉米，种了很多。然后像这些就是我们包粽子的粽子叶。这个是别人家的菜园子，然后种了芹菜呀，还有水稻这些。然后那边是我大伯的房子，还有我妈妈家的房子。看一下，现在是农闲时间，就是
还有个别人去田里面除草啊、施肥啊，这些。看这个就是花生，已经开小花了。这就是花生，这一大片的是花生，那里那一片也是花生。像这个的话，这些是玉米，然后那个是芋头，芋头和玉米都种在一起了。这个这个就是香蕉树，然后上面的是水稻。也够我这个除草。把这除了，哇，你看这路的已经长满了草了，走不进去了。哦，我爸爸在这里，嘿嘿，也跟快碰了一片吧。嗯，好了，好彩了，哎呀妈呀！够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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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臭屁虫，耶，好多蝗虫，臭屁虫，净系臭屁虫，扎满你，嗯，好臭气你都。哦，全部都长满了草哩，丢，一望落去是见到你个果树啦，全部都系草。我叫你得噶，天爷，哎呦，你手生我冇得讲。嗯。我有一只马哥，有个鱼蛋。哟，你爷你爱搬个你搬个咪人搬，爷阿爹你睇大阿好大头田也冇做个嘛，做阿只得，大头田各田都冇做嘞，嗯，长得好呢，自己你好各田也冇做，大头田也冇做，还大头田买回个买阿爹你个，嘿嘿，系啦。